时阵牧师就讲，迄去韩国8000块尔，足俗的。安尼我就去参加啊，去韩国8000，俗，嘿，啊我就去啊。但是出发之前，牧师讲，林庆兄毋是去散的，林庆兄是要去感受上帝。我就哇，安尼哦，不是笑安的。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准备心要去，到遐我们是准备好。我甲上帝讲，别人来遮拢讲，因会当得到圣灵充满，我就讲我一定会使，因为你拣选我，我知影我一定会使。我迄个时阵很骄傲，足高。第一天，我就讲，上帝，圣灵来吧。结果旁边的人全倒了，只有我没倒。对，然后我就哇，为什么会来？安尼，直到最后一天的前一天，我就跟上帝讲，上帝，我要安怎才会当得到你给我的物件？我就伫遐祈祷。祈祷了后，第二天就有人讲，就是讲员工，你会当去祈祷祈祷洞，会当去墓园，就是。无一定要听讲道，会当翘一节课去别位，我就去别位伫遐祈祷，甲上帝讲，我袂当安尼遮骄傲、遮骄傲。啊，伫迄、那个就足奇妙，伫迄个暗时，一个牧师伊咧讲道的时阵，伊就予阮感受圣灵，我就真正伫迄个暗时内面，我就感受着上帝。伊充满伫我心内，我嘛讲出上帝予阮的语言。当迄个牧师讲谁要做，想要行这条上帝的路的时阵，我站起来举手，我要行。伊就替阮祈祷，我就将这放伫个心内，我就讲我以后一定要读神学院。然后呢，过了高一嘛，就高二、高三，足久的时阵。去到高三的时候，大家拢咧准备统测，伫遐咧读册，我就，人拢要读国立的学校，我一定嘛会使，我就跟我妈妈讲，妈妈，我要去补习，我妈妈讲，袂使，我讲，我要去补习，袂使，我为啥物袂使？因为你一定会半途而废，我讲袂，我的目睭内面有火焰。跟我阿母讲，我一定会读落，但是我嘛得予我去报啊，报了，真正心理魅力，报，我就那会真难。啊，我迄当阵我嘛袂记哩，我要读神学院，但是就伫遐差不多一月啊二月的时阵，因为我去补习就袂当来教会，我就迄个时阵我就想。伊就补习班放学，我就来教会。我来教会以后，我个重新的感觉到上帝，伊要提醒我，叫我讲你要行这条路。我伫迄个时阵，我就讲好，因为补习班伫三月的时阵，搁爱六一届钱，我就讲好，安尼我卖力啦，迄拢骗钱的，搁骗一道，我就讲。好，我要来教会，我要来服侍。我就伫遮，我就准备，迄个时阵要准备去台南神学院。我就准备我的英文，我伫遐咧读，伫遐咧读，读了死啊！我要安怎去读神学院？伤难啊！但伫迄个时阵，我伫遐读，读到足辛苦的时阵，我呢顶一个传道，魏家传道，伊就甲我讲，有长荣大学神学系新出来的，会当去读看卖。我就哎呀，但是我甲上帝求过，我是要读台南神学院的呢。我就伫遐挣扎的时阵，我就做一个决定，好，我两个拢去考，两个拢去报看卖。我就报长荣大学啊，哇！啊，我就长荣大学，因为因两个考的是无同的。我伫遐祈祷，我到底是要读哪一个？但是我妈妈讲，长荣大学是有学历的，
所以说我去读长荣大学的话，我就会当较慢较去做兵，我就好吧，因为我妈妈嘛想要我去读长荣，我就好，我去报长荣。上帝真正奇妙，我入去以后，我的同学跟我讲，今年台南新学院大学部的无开班，因为无到八，我若去考，我就无好好读。我真正感谢上帝，我会当经历到长荣大学神学系伫内面来读册。里面内面，我的院长伊甲阮讲，因为阮昨天前天参加因的灵修营，伊甲我讲，灵修这条路是无避讳的，就是阮了，伊讲阮无避讳礼拜。因为这条路是永无止境的，伊讲伊即马嘛是继续咧行这条路，继续咧找求上帝的路。因为这条属灵的路是走不完的，嘿，我嘛是都要咧蜕变、咧改变。我知影我入去这个学校内面，我会当变这一个。可能较臃肿的毛毛虫，可能还不能变成一只蝴蝶，但是这条路我会继续走下去，因为我知影耶稣基督伊是独一的真神，希望大家会当替咱的亲人继续祈祷，继续来就是互阮支持耶，互阮支持，无一定遮的人，也是以后的人。阁有足侪足侪人会行上帝这条，就是上帝的路。对，希望大家继续为我来祈祷，为我来祝祷。我的分享到这，谢谢。